出现什么事儿呢？就是平民化嘛，就是学生改革开放早期要高端，要贵族学校嘛，我也高端子弟才能去的，现在一般人能去，愿意交很多的钱。Serve altro? Ma no, non credo, grazie. We'll be right back.
col mio ritmo.